为了追前任姐姐，来他公司给他当助理。今天约他吃饭，没想到他说他要回家给孩子做饭。忘倒卫生纸。啊？阿霞，水开了。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本儿赶紧拿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没事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擦擦。怎么媳妇在演呢？姐我。你坐说。那个，我有事儿能问一下吗？就是。谁问什么事？啊，那个，你啥时候结的婚啊？我啥时候结的婚？啊。我没结过婚呀。啊，那你啥时候离的婚呢？那我没结婚，我更不能离婚呀。啊，那你这叔叔阿姨能同意吗？你这同意什么？不是，你这没结婚就有孩子了。这是我闺蜜的孩子，让我照顾几天。啊，原来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因为这。不是，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，真不是故意的。是你媳妇不对劲儿吧？不是，那个你别误会，那个我不是工作不认真。行，我真给倒一杯，我现在倒老好了，你看，你看现在倒的挺好吧？挺好。嗯。有点烫。啊？烫啊？那我给你吹吹。那吹了也烫啊，主要是。那你不吹你怎么知道？啊，那行。给，现在只是一杯有我味道的水了啊。那我喝还是不喝？那你不让我吹的吗？你不是你吹啥呀？臭。那个。咱啥时候能出去吃个饭？吃饭啊？你还想着这事呢？哦，你说公司不让那下属请领导吃饭，那实在不行咱俩 AA 呗 ，AA 就不算请了，对吧？我刚想拿手机看几点 ，AA。嗯。不行，我听错了呢。AA 的话，你等两天，我孩子我还得照顾两天。啊，那其实孩子吃啥我吃啥也行，不行到你那儿也行。行呀，那你去我家做呀。啊，不能吃现成的啊，那还得做。那我厨艺不行，我买菜得了吧？啊，我买。你当真呀？真去买呀？啊，当真了？那我肯定去啊，我回去尝尝姐手艺啊。别撇了，去把晚上开会的内容整理一下。整理内容啊？行，倒是行。倒是就整理内容啊。那晚上能去吗？你整理不完，晚上你别回家，跟我一起加班。啊，那倒是没事儿，主要是我怕孩子饿呀，对吧？去，那我晚上能跟孩子一起吃不？快去整理内容。那啥时候能跟你一起吃饭呢？等等。